玄机大人，您怎么给他跪下了？普天之下只有一人能让我跪，你猜是谁？真是战尊大人。表哥，上次在酒会，就是这个玄机和叶贤一起出现的。什么？你给我找点跟我说啊！我们想说，你也不给机会呀。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唐老爷子，我借用你的寿宴，来清理一下战尊殿的垃圾，您不介意吧？ 嗯，叶小友，战尊殿，战尊大人饶命啊！我都是被他们蒙蔽了，所以才敢出来这种事。战尊大人，您就念在我为战尊殿流过血的份上，您就饶我一命吧。表哥，是你说的战尊大人是假的呀？你给我闭嘴！战尊大人，我知道，就是他们两个在酒会上对你出言不逊，我这就宰了他们两个。你站起来了吗？是你说我假冒战尊？不敢。 是你要将我凌迟祭天，周代差点害了我老板，你要替他出头。战尊大人饶命啊！我就是有十个男子，我也不敢冒犯战尊大人您啊。今日我以战尊之名，剥夺你堂主之位，另外打入无间大狱，刑期500年。多谢战尊大人，不杀之恩。 你饶我一命吧，都怪我有眼无珠。只要你肯放了我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啊！心阳花，死性不改。战尊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以后肯定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。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，真是这样，我上一世就不会踩死于你手。什么上一世？跟我没关系，战尊大人，他污蔑我。雨辰。 要怎么做，想怎么做，这二人都交给你。抄家灭族，千刀万剐，方能将我心头之恨。雨辰，求求你不要带走。雨辰，陈大人，陈大人，雨辰，不要啊！不要，陈大人，救命！差点忘了你。 我知道错了，我都是听到了周堂主的谗言，这都是误会。表妹，看在我们都是唐家的人，你饶了我吧！哎，害死爷爷的时候，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你是唐家人？雨山，这帮人怎么处理？听你的。唐无、唐秋、唐昊，三人即日起逐出唐家，没收其家产。 自断生路，自生自灭。还有你，不论在唐氏集团是什么职务，被革职处理，关禁闭3个月，反思罪名，再也难逃一死。听明白了吗？感谢唐小姐不杀之恩。滚吧！哈哈哈！叶小友，哦不。 战尊大人，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唐家解决了如此大的危机，如此的大恩大德，老朽予以回报啊！爹，您还是叫我叶贤吧，雨山是我女朋友，保护唐家是我应该的职责。也是啊，叫你叶贤多有见外。哎，反正啊，你也要同我孙女结婚了。 那干脆就叫你孙女婿，也行。好，孙女婿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不如今天呢，就在我家中好好休息一番，让老朽也为你尽尽地主之谊呀！啊，行，走，走。 周天赐，距离我上一世的死亡时间还剩3天。如果真的是他们，那就是说3天之后我还是会死，叶贤也会被偷袭而亡。
难道这就是时间线修正吗？谁？啊，爷爷说灯坏了，我过来修。你看我屋子里这么亮，像是灯坏了吗？哎哎，不是，老爷子你耍我呢？<笑>算了，既然你今晚都来，那就别走了。 今天晚上就把身子交给叶行吧，这样就算我离开了他，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。啊，离开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果然听得到我在想什么。啊，我没有，你刚才太主动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，晚安。 这张床是不让你睡了还是怎么的？我可是你的女朋友哎。你还没睡啊？啊，有点失眠。那就不要睡了。啊。啊 哟，来来来，来坐过来坐啊！你这昨天晚上有点……哎呀，昨天啊是锁坏了，走走走走，今天呢一大早我就把锁给修好喽，这是专门为你泡的秘制大补茶，尝尝啊，多喝点儿。 早点和雨山生个大胖小子，圆了我的梦，慢点喝，慢点儿。<笑>不是，老爷子，我跟雨山婚都还没结呢。哎呀，这不让你来呀、啊，就是为了说这个。哎，这婚礼该提上日程了吧？啊，你小子该不会是那种？ 提了裤子就不认账的渣男吧？喂，那怎么可能？是。哎，对了，雨山呢？我醒来就没见着他。哎呀，我汤家遭此大乱，公司那边啊内部不稳，雨山去处理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婚礼的事啊，跟我商量就行啊。行吧，那台电你准备要多少？出个价，我付得起。 这说的是什么话啊？老头子我是嫁孙女，又不是卖孙女，说什么彩礼呀、啊？那这样吧，我们唐家出50亿的嫁妆啊，一切的婚礼事务都由老头子我亲手操办。你呀，什么事儿什么心不用再操了啊？哎，别别别，这规矩就是规矩，该办就得办，搞得我跟入赘似的。 <笑>我这不是担心你公务繁忙，身份特殊，替你分忧嘛！啊，当然了，你跟珊珊结婚了之后啊，多照顾照顾我们唐家啊！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是你跟雨山给了我家的感觉。如果谁要敢欺负你的唐家，我叶贤第一个不答应。好。 如此甚好，啊，这婚礼就这么定下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同意。不通过这三个婚前考验，叶璇就没资格和我结婚。你没有发烧吧你？啊，斩尊都没有这个资格，那你说说，这全天下谁有这个资格啊？啊，你说什么胡话呀你啊？ 叶璇，你武功当世无双，战功更是受天下万人之敬，这点确实毋庸置疑。但你纵有大意，难免会对于男女情爱有所疏忽。爷爷，这场考验我必须进行。
是不是想玩一些婚前小游戏啊？叶贤，你认真一点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。叶贤，周天赐逃跑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消息，那就说明。 上一世的事情，他一定会重现。为了不拖累你，我只能这么做了。周天赐跑了，还杀了我？而且，我之前有婚约在身，所以我算是二婚。叶贤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不管怎么考虑，我们结婚都不是最优解。哎，打住！ 这种话不要乱说。什么二婚不二婚，我不管你以前经历的什么，我只想在未来的每一天都陪在你身边。这考验我应了。叶贤，你也知道，我唐家是商业世家，既如此，我的男人就一定要有灵活的商业头脑、长远的见识，以及破釜沉舟的胆量。 所以，这第一个考验就是要你三天之内攒够1000亿，但前提是你不允许动用战尊殿的一切力量。这怎么可能？三儿，你别太让胡闹了好不好？这考验呢，也不同意。爷爷，如果叶邪连克服这点困难的勇气都没有，我怎么能够确保他以后就一定爱我呢？哎呀，除非。 能在上京的拍卖会上拍下那个东西，否则就是痴人说梦罢了。叶贤，希望你能知难而退。你别在这胡闹了啊！老爷子，这第一场我应了。云山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无论多大的困难在我面前，都挡不住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主人。 秦天已经被处置，可周天赐和周大二人却实逃出了战尊殿。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我亲自去查，恐怕就没人知道。好像是被谁刻意隐瞒了一样。果然和雨山说的一样，真搞不懂，周天赐这么一个蝼蚁，怎么可能会杀了我？周天赐杀了您，尊上，您这话是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发布四海八荒令，全力追杀周天赐二人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还有，单凭周天赐自己一个人。 做不到瞒住你我二人的眼睛，说明他背后还有一个人在谋划什么。你暗中好好调查，切莫打草惊蛇。是。叶贤，你是怎么知道这场拍卖会的？难不成你真的有读心术？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想啊，三天赚1000亿。 那除了在这拍卖会捡漏发财，还能有其他办法吗？我啊，就是过来碰碰运气，这不还有两天的吗？我还准备参加其他拍卖会。看来你还真是走了过时运了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们进去吧。这二人什么来历？做林少的专属座位，哼，没见过。不过就以林少的手段，这两个人怕是活不成了。 放心吧，我一定在拍卖会上捡个大漏，通过你的第一考验。喂，小子，你做错位置了。咋的？上面写你名了？哼，倒是没写我的名字，不过这座位只有我林峰配坐。你这种穷鬼，不配。上京首富林家大少爷林峰。哟，你这小娘们还挺有见识。 只想的就赶紧滚！一会儿惹到了我林峰，下场就只有一个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天。别给你们林家招惹祸。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你这条土狗还真是不自量力，口出狂言呐，竟然敢威胁我林家！小子，林家财力相比，我们所有人都是穷狗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都得认。 会说话就多说两句。啊，没错，还问你。谢谢林少，
谢谢殿上，你这条穷狗没有位置，就应该考虑考虑。谁敢地而不是，你的面子吗？你个椅子，还真被你这种纨绔做出幽怨感。小子，这座位可不是乱坐的，这随便一绑代表的都是身份、权势。明白，真不知道你这条穷狗怎么进这门，连个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来人啊，把他的双腿双脚。 挂挡门口，这是我林峰是什么样的下场？我是云城现任唐家家主，谁敢动手还不退下？原来是唐家唐大小姐，这条穷狗这么没规矩，莫不是你包养的小白脸？叶贤是我未婚夫，不是什么。况且我唐家人连一张破椅子都做不得了吗？唐小姐当然有资格动手，不过。 给这两个穷狗解释一下，这拍卖会是什么规矩？这一排是给那些身家千万或者没什么底蕴的土大款暴发户准备的，当然唐家资产过亿，这也不是。这两排是给那些身家过亿的二流家族，刚刚适合。哎，叶贤，我们今天主要是过来买东西的，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而这第一排，又不是什么牛鬼蛇神都能够轻易染指的，只有身价百亿。 并且是上清的名门望族才有资格坐享，而你唐家不配。真没想到，这一世拍卖会还有这种破规矩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遵守规矩，坐到第二排去。慢着，唐小姐话没说完，口头说话，你们做的可是第一排第一组之后，远比你们坐第一排要严重的多。 这第一排第一座，非富可敌国者不能坐，非首富之位者不能坐，非身家千亿者不能坐。总结来说，这是林少的专属。多少年了，从没有人染指。你们唐家好大的胆子！若是让你们两个随便，谁便能坐？还这么堂而皇之的离开，这拍卖会岂不乱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位置？ 是按照实力排行，地问尊卑来分的。当然，那我就问一下，资产万亿，该坐在哪个位置？哈哈哈哈哈！唐大小姐呀、啊，你这个小白脸还真会给你惹麻烦呀！还资产万亿呢，敢问这普天之下谁敢夸下如此？ 李少，这小子恐怕连万把块钱都没有见过，天天看什么龙王腿去看多了，东霸自己给带入进去了。我是说好不动用占尊殿的地，我没有动用资源呀，这是我自己的财产，我工资可高了呢。你少胡搅蛮缠，你就说吧，这钱是不是占尊殿开的？是，那就不行，你要摒弃一切你所能动用的。但是，骑到头上了，你能忍呢？小子。 这拍卖会里不守规矩、胡搅蛮缠，下场是大难。今天这场拍卖会，当今国子之下，八大王女之一的，天还早。若是让他知道有你这个小白脸在上京所有家族之前落，还扰乱这拍卖现场，清德党的人，死，我见死葬身之地。 我只是按照规矩办事，只是你们这些鼠目寸光的井底之蛙，分不清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区区万，不值一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也怨不得我。来，到底拼死拼死当场！镇北王到。